关子又送十连抽，在大厅就能看到这个活动。国庆期间只需要累计登录三天，就可以获得限时惊喜宝箱，三天一共有十张，可以直接用来十连抽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个券截止到七号，你们领完要记得用掉。你看我随便试水了下，一个十连拿下这两个皮肤。另外之前做的金蛋任务，在今晚八点就可以摘了，有几率中这三个皮肤，到时候可别忘记了。还有这个套装也是免费，质感确实不错，非常值得一试。哦对了，你们有谁已经凑齐了这免费的全套皮肤啊？